各位小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而且你们都开这一台出来了，我还怕刷不到吗？对不对？只要这个地图上有人有开这一台，其他人就刷得到了。他这游戏就是这样啊，他不会把刷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哇呦，这个很凶啊。不过我还是要记一下，说你们的那个载具长什么样子啊？屁股是两个圈圈的、喔，这台是不是啊？等下我好像看到了。后面那台是不是啊？我看后面有看到一台啦，这台是不是？这台是不是？那个那台白色的是不是？像吗？像吗？我去看一下。下车。不是欸，不一样欸，那还不是欸。它上面啊、哦，它上面，天花板应该是后来才改的吼。两个圈圈，哎呦，这台有像哦，这台有像，是吗？不是哦，为什么我觉得很像，你们都觉得不是？是吗？那台要是不是？那也不是哈，奇怪，我看明明就觉得是，为什么你都看得出来说不是呢？在我的眼里，美式肌肉车每一台车都长得是一样的，好不好 ？Go go go！ 往机场走了。机场停车场，哦，这边有一个停车场吼，哎呦，聪明哦，专业，阿金自己说找不到不关台，我有点后悔哎。可以后悔吗，观众们？他说不行，应该可以吧？机场停车场，最后的希望了，该出来了啦！停车场到了。到底有没有呢？有没有那么难啊？好专业的绕法哦，每一个地方都要绕一圈才能再上来。嗯，也没有这么好遇的、啊，顶楼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是战局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是战局的问题。那个战局坏掉了，我严重怀疑战局坏掉了。眼睛疲劳了，绝对是啊！还是那个叫读心术，就是当时你越想要的车子呢，阿星他读到了，他就偏不给你哎。然后怎样？我就是不给你，然后我要换战局啊！这战局不行啊！这战局坏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坏掉，绝对是战局的问题，不是阿金脸黑啊！人呢总是会有一点高潮跟低潮嘛。等一下，我在找车子跟你尿尿有什么关系？你赶快去尿啊！你快尿！等一下我不找出来，你就不打算去上厕所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慢慢来。我看到底是
我会先找到车，还是你的膀胱会先爆掉？离开至地面出口，用公开跟你讲，用公开呢，就算车子给你找到了，等一下就有一台天煞过来给你炸掉了，那有什么意义？你都还没有开到车库啊！来了来了，这个战局我已经嗅到正义的味道了。你们说有，我不，可是我比较相信紫猴的眼力耶。我蛮相信他的眼力的啊，他看瞄过去没有，我就相信没有了。我是不太相信我自己的眼力啦。那我们是直接去那个几率最高的地方找就好了。有路过的停车，哎，找到了，哎，真的，那我们就过去吧。哇，太感谢了。我哭出来了，他找到了，走，我标的那个地方没错，走吧。果然换个战局呀、啊，有没有？就跟你讲说，不是我脸黑啦，天启都没有那么难抽啊，让你们还不赶快去抽天启？好，不要乱交，没有。预算没有6000块台币的人呢，不要去抽天启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不要说手臂哇，我有4000块的预算，不要去抽，因为如果真的没抽到的话，会干死啊！真的，哇，有3台，真的假的？来，其他有我好友的，你们可以过来拿，有3台。一刷就刷3台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好？哇塞，那么多台啊！我终于有了，这台是吧？哇，全新的，全新的，这个有打破玻璃呀！快哭出来了，然后先回家，直接去 CEO 大楼了，还可以顺便改装一下啊，对不对 ？Go， 太感动了，终于啊！就是这么困难的车子才有它收藏的价值啊，用钱买也真的是不值钱啊。有成就感，这个有成就感，因为花超久时间的，花了我不少岁月啊。赶快先把它开回家吧，开回家就完美了。要先帮他改个那个保险，对不对？有保险比较安全。冲啊！哦，其实原厂的就很快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哎呦！快到了，快到家了！不死鸟到了，先停第一层好了。终于啊，